勤劳的爸爸在摘豆角呢，姥姥种的豆角。安吉丽娜，你在干什么呢？啊，安吉丽娜，你要干什么？安吉丽娜，哇，你想做什么呢？你要帮爸爸干活吗？有，可以拿吧。嗯，孩子要先看看妈妈同不同意啊。哦，嗯，哎呀，你不帮爸爸摘豆角啊？你还能把它整个都拿起来啊，自己吓了一跳。认真哦，求妈妈笑一下，咱不录了，给大姨、二姨、姥姥、姥爷看看咱们刚才干这些事情，好不好？安吉丽娜，下一个，再给大姨、二姨他们布鲁一下，给姥姥布鲁一下。